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カイ車にくいぬい。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マーシーの。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师推车。2014年的 Honda 的 Honda Accord 雅阁，九代雅阁终于来了。今天来的这一台是极品中的极品。这个车哈，目前在我20年的二手车生涯里面，我大概只有遇过三次而已，因为它真的数量非常稀少。当初新车卖太贵，最低等级最阳春的要130万 VTI 的，然后再来是 VTIS 有两个等级，135万，一个是145万。今天来到现场这一台是当时新车145万的。我跟你讲，当初会买这个就两个状况，一个是好野人，一种是叛逆。哎，我觉得看到这台车像看到什么，你知道？像看到现在 Fit 的定价，说新的 Fit 的，新的 Fit 现在的定价，哎，大家看到都看到是叛逆加一倍那种感觉。今天带大家来现场看一下，尤其今天来我们这一台哦，我告诉你里程又很低。跑47000公里而已，一手车。那时候比较屌这个，跟两个阵列式鱼眼的大灯，它只有顶级款才有这个哦。要不然你鱼眼看起来像 Camry， 你知道吗？我记得那个年代的 Camry 也是下面那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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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它是从这个北美引进的车款，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以前老屁股最喜欢的那个叫做什么？美规。美规 Honda 好不好？搭配的是17寸的铝圈哈，然后22550/17的这个轮胎皮，这个当初都是原厂的设定。哎，我看一下它轮胎几年。哇，真的假的？这轮胎13年的呢？13年，它这车14年，13年的39周制造的，所以这个轮胎它从14年买新车到现在没换过。我跟你讲哦，这个是当初新车配的米其林轮胎，这就证明了什么？你知道吗？阿呆，证明它47000的里程是正确的，因为你唯有里程表是准确的状况下，你才有可能没换过胎嘛。所以这个我来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哎，真的哎，都没换过呢。然后哎，很奇怪哦，我记得它当初这个下面应该要有一个镜头跟那个那只贼那个一样啊，可是这个没有。哎，我看一下那边，那边有吗？它应该有那个打方向灯会。对啊，这个有啊，这个有镜头哎，那边应该撞到淹掉了。这个门把跟它的八代也有点像，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所以它是 iKey 的，所以它有附带车门上锁跟解锁的功能。哎，我们也没有说自己是车评啊，分享，因为这个车子以前我在买卖的时候还没开始拍片，那所以也很没有深切的去体验一下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所以如果说有这个任何的错误，欢迎在下面纠正，好不好？那当初它只有最顶级的哦，有附两个记忆电动椅，145、135就没有了，然后145的才有这个 iKey， 好 ，iKey 还附带后车厢开启。我觉得它这个皮革的质感就还蛮软的哦，比起那个我们刚好前一支的那个 C5， 它这个质感就好很多。可是这一代的雅阁，我觉得最屌的地方应该是在后座，所以前面是我的位置，我后面来坐一下。今天没有美腿看的，哈哈哈哈哈哈。来看一下，哦，真的很大呢。我180头前已经我180啊，很大呢。前面180，后面180，还剩这样呢。啊，这我搁安尼听呢，哇，竖膝呢。但是有人说啦吼，有人说他这个后座比较直一点，可是阿丹你会这样坐吗？坐后座不会坐直的、啊，不会坐这么正哈。对啊，对啊，我干嘛那只有高速吸耶？你看有够大的啦，这就是买空间，好不好？它这一代我觉得比八代好看多了，其实我不太喜欢八代，我觉得肥滚滚的，而且八代我跟你讲，八代它那个头灯的灯壳很爱发黄，10台有9台回来都发黄。哦，要死我靠七妹啊，我真的有够深。然后看一下，哦，它是有备胎的，那我觉得它这个后面的这个下红上白的这组尾灯非常的有雅阁的味道，你知道六代的雅阁尾哥那个很像，它的配色就是这样。然后顶级的连后面的灯都是 LED 的，好，这个非常符合那个 Euro R 那个精神。Euro R 是什么？欧洲版的，不是骗子哦，不是欧洲航空版的骗子哦。好，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电镀饰条，哎，它也双，你看它单出呢，你这万马明明都做双出，不像你单出呢，对不对？它那个是不是双出的预留？啊，你没看到怪怪吗？这一台其实它比八代短了将近10公分，好，但是它加宽了一些，不过它的车室内空间是一样的。第二个是它当时在 Euro NCAP 的碰撞测试是5个 good。所以说其实它的这个安全系数也是很高的。我们进去室内看它的配置好了，我先试一下它方向盘的那个调整有没有前后手动还电动。那我跟我电动碰到，我有没有读过电动？有啦，前后上下前后有啊，它这样最低的哦，哦，它的坐姿其实坐得蛮高的呢。我刚看到一个按钮，它这是什么按钮？这个我跟你讲，
对，先讲这个。我刚刚以为是点烟器掉在这里，你知道吗？对，我刚刚一上车想说，干，为什么点烟器的那个盖子拔掉丢在这里？就不是，干，这是按钮，这是这个的按钮。阿泰，我看到这边有个按钮。是啊，这是什么按钮？你们盲点。可是它只有画右边呢。对啊，那会不会它本来只有右边有而已？对啊，会不会？啊，问题是它也没有显示啊。为什么？好，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它有一个就是你打倒档的时候，它是不会显示后面的这个倒车影像，对不对？但是你通过按这个，哦，有没有？它可以让你看地上，还有这个叫什么？广角。有没有？它有三个模式可以选。哦，用广角我觉得还不错。可是它右边的镜头，我记得它到底要不要显示啊？好，我们等一下出去再试好了，好不好？搞不好人家是好的，错换人家了。我觉得这方向盘做的长得很像 Prius， 就拜。其实前一代也很丑，八代也是这样，八代更直哦。九代它还稍微有想要帮你修饰一下，帮你弄一个角度哦。八代是整个直的哦。还有一个很特别是，之前的雅阁我记得它的仪表是两环式的设计，然后它在这一代把它改成三环式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整个隔音的，你看它底下好在弄边嘴进化论哪里管好不好？好，它这个当初就做给你，然后这个隔音条，你看连这个 B 柱都有，所以它这个当初在这个隔音质证上面应该做了蛮大的一个努力哦。那等一下我们就上路去开一下，我很期待开这台车，好不好？走。开車に可以に。再車鍵館。マーシーの。看到没有，红色的 push start 按钮，他们说这样就高潮了，有很多人去买那个回来贴，有它的灯，那种心灵马力提升。不过我第一个是感觉它的那个怠速的震动真的好很多。以前哦，不管是雅阁啊，还是 CRV 2.4 的啊，引擎怠速的那个引擎脚一直震动，那个很差，然后开到那个车都跟按摩方向盘一样，手部薄弱精血方向盘，这是市场很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当初卖太贵了。他当初新车我记得是这个，以这台顶级来讲应该是145万，但我这台配备很奇怪，我觉得线上这个观众朋友有一些神人应该可以跟我讲，因为我记得几个，一个就是他的后照镜下面应该有镜头，然后当你拨方向灯的时候跟那个那只贼一样，有没有萤幕应该会出现那个盲区的显示，所以他现在打方向灯已经没有那个那只贼的那个了，所以严格说起来他这个比那只贼还早呢。这是2014的，对不对？2014，2014有纳智捷了吗？有了吧。哦，我都没有在研究这个这一间车厂从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我都搞不清楚。看的，我最早看到这个功能是在哪里看到？你知道吗 ？N 年前我去日本玩的时候，他们的游览车那时候就有这个功能。当下我就觉得说，哎，奇怪，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台湾没人做？因为那不困难呐、啊。你像我那个两年前，我刚开始在自己在拍YouTube 影片的时候，那个老虎之那个几百块，真的就2000块的东西而已，买个萤幕线接一接，镜头接一接，搞定了。为什么车厂不给？我觉得那个比盲点侦测好呢。盲点侦测只是亮个灯而已啊，它、啊、有时候在那边亮亮亮，看旁边到底是什么？他妈现在气鬼西亚对不？你一打，一颗头在那边，不能转啊。对，类似这样，至少我看得到是什么嘛。我就说我曾经看过朋友那个盲点侦测灯亮到他连看他也不想看，就无感，他无感的，他亮他照切啊。我说干、欸、他不是亮了吗？他说没关系，切过去后面就亮了。干你那你要那个盲点干嘛？好，我先认真的感受一下，因为这一代齁进步最多的就是它的隔音真的是不错。目前我听到我是觉得除了轮噪声稍微大一点，可能轮胎比较旧，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整个风切声的玻璃的这个隔音的抑制真的都还不错。我开一下窗户往上，哎、欸，哦，慢讲，差蛮多的呢。经过麦，我跟你讲差异更大。然后它这个有这个，这叫什么啊 ？A 孔模式哦。它现在它的圈圈外圈是绿色的，还有小花哎，我看到。小花吗？不是小树吗？我就边说它是花啦，怎样？好，它这是省油的状态啊。我记得这个是油耗是9/36啦，市区9点多，平均13，高速16。你会发现哈、哦，它这台车的市区的油耗水准跟高速油耗水准其实差蛮多的，比一般车落差还要大。因为这台车当初是这个美国进口的，我觉得它在这个引擎的调校上面，它比较偏美国地区的那种做法，因为他们通常是这个平顺的路比较多，所以它在这个市区塞车的表现就会不怎么样。看它连官方公布数据都9了，你这个车你在台北开会剩多少？6，对不对？可能剩7、6而已。好，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适合高速巡航的车。可是你看这怠速真的很安静。
错哎，它这个有高级车的感觉。哎、欸，这真这皮呢？这一块是皮，这块是塑胶，这块是皮，还蛮软的。不过我可以称赞一下这台车子，这台车子它是七速的 CVT， 开起来哦，没有 CVT 的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因为它是模拟七速嘛，所以其实你感受不到那个换挡任何的顿挫感，就很顺就过去了。对啊，你感受不到啊，你完全感受不到那个换挡的那个衔接感啊。而且齁、哦、再来一个，它其实它隔音做得好的状况之下，其实你比较不容易听到那个引擎拖泥带水的那种声音。你像一般比较小型车如果去做 CVT 有没有，因为它引擎很大声嘛，离你很近的感觉，所以你会听到它那个让它一直拖一直拖被吸引到我们吸一种尴尬，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哎干它好像蛮辛苦的。像我们不喜欢开 CVT， 就是不喜欢那种重拖感，隔音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把那个重拖感稍微把它消弭掉。我们现在是在市区哦，然后我开在50公里好不好，然后周遭有车的状况。61到65，好，现在是我们在试别的车哦。我刚刚是维持在时速大概55公里，55公里左右。我觉得这一台车哦，我大概拢干，人家都说我用耳朵听的，那很简单嘛，对不对？以后看有没有车厂塞点钱，自然而然隔音就变好了，对吧？哎、欸、呀，小石，哎，试一下我们这新车哦，隔音的部分啊。哦，我懂 ，OK， 没问题。哦，这台车隔音我告诉你。啊，我让他戴耳塞开车，我都没问题。我的天，好，试一下山路。为什么我特别想要试山路？你知道吗？因为它其实它这一代是从这一代开始把他们最自豪的双 A 背拿掉了，变成麦化成。哎、欸，听说这边有多一只新张机，你知道吗？有吗？你知道多少粉丝已经传间谍照给我了，说小师哥这边有一只张机哦。其实它这个变速箱的设定跟它引擎的设定啊，我觉得踩起来是很滑顺。它这一代哦，真的比起八代，因为八代我就卖很多，我觉得它多了一份的那个高级感。看它右侧超车，它不是右侧超车，它这样是不是右侧超车？它会不会撞到路边的巴古尼亚？哦，没有，它右转。没有，它右转。不过这发动机我不喜欢。啊，自从它改了这个电子发动机之后啊，我觉得它这个方向机配它这个麦花臣，我真的。转弯我觉得是还蛮怎么讲，也哦在这哦，有没有直接在中间呢、哦、你看刚落成，我还跟我哪天被撞弯了，撞在路中间。对啊，有时候小师哥这边有摆摊哦，还拍给我看，我说干，人家这太明显了吧，弱智还看不到，插在路中间。看它转弯其实是精准的明确的，而且是犀利的，但是路感降低很多，没有什么路感。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路感。我跟你讲，它这个方向盘转起来啊，就很像你在玩没有回馈的逻辑方向盘。你到外面的电动机玩那个赛车游戏，有一些没有回馈，然后转起来很松，是不是开起来很无感？它这个就是类似那种属于没有那么有回馈感的一个方向盘。好，虽然它是很明确，有没有？我觉得它转弯真的是还蛮准的，然后侧倾有点严重。哎、欸，就看很多人昨天那个 C5 也是，那想说啊是要开多快啦？那不是嘛？哎、欸，又来了，阿呆，我们要开34车，哇，这台车转弯犀利哦，你拍拍摩托车跟我一样快，哇，这台车真的是转向明确啊，哦，优雅中带着一点点犀利的感觉，哇塞，30公里为例，天海里比。干了，你叫德哥、统哥都开30，坐车比在车上讲，哈，这引擎的嘶吼声似乎看不出是一台中大型的高级房车的感觉。加速丝毫不拖泥带水，这是德哥哦。哦，好，这啊这啊，开30，统哥那边，讲你夸你吗？塞30，后面摩托车压我喇叭了。我开30讲这种话吗？这种车评你看得完？你听得进去吗？因为就是都没倒站的丢啊，不是吧？啊，我们要试，我们终于当然要有一点速度，因为这个速度你才能测试出说，哎、欸，比如说当你遭遇到危险的时候，哦，它的侧倾的状况，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哦，啊，刚刚哎呀懵呀，哎，看那个马力要那么大干嘛？弄力而为，弯起有没有？整个内装的这个质感有没有？全部都不一样，新啊，很新的，很新，对不对？很新是跟抛弃你的女人一样吗？一样很新啊！哎，到底可不可以看到那个啦？哦，我好想看右边的那个，就看不到啊，就不给我切啊！到底是我哪里弄错了？它虽然想要
当一台高级车了。可是它的避震器的那个反馈啊，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运动化房车，不像高级车。因为我的印象中的高级车，你至少也要感觉哈、哦、过坑洞有点类似像以前 Safiro、Tiana 那种稍微有点沉稳的感觉，有没有？可是难免啊，那种沉稳的感觉取而代之的就是当你比较速度快过弯的时候，侧倾会比较严重。但是这一台这个雅阁，我觉得它虽然它想要走高级车路线哦，但是它过坑洞的表现却是运动化的，这个我这一点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他把隔音弄得很好，把引擎也弄得很安静、哦、把整个换挡也用得很优雅。为什么每次讲到优雅就是干都会想到山上优雅？为什么？你看他过坑洞其实弹跳蛮大的哦。好、哦、这一台的过坑洞你看看好、哦、整个这个弹跳的表现、哦、真的不像是一台我们所谓的百万级以上的国产车的。可是这个其实也不能算百万级，这已经算150万等级。好，但是它过坑洞真的不像。然后它的油门是非常的轻的，所以其实大部分我在开的时间里面啊，其实我不太需要很大脚油门，我其实都只有轻轻的当解当解而已。哦，这个尚未落成的车速照相。呵呵呵，哎，你以前有没有小时候跑到那个外面路边，然后用闪光灯下来？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没有啊。你没有做过这种事？那你出去，你敢说你年轻过吗？我不相信有几个会这样吧？没有吧？你没有去闪过？小时候就是一定要去放鞭炮，欧北虾，欧北冰，你知道冰晒你捌冰过无？无。现在小朋友到底年轻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啊？我知道你是不是年轻都拿一个那个 MP3 手机，然后在公园里面，然后哼啊，一个对，然后听周杰伦对吧？还是用听上面用棒上面刮啊？我在终极一班一种的对吧？啊，差不多。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要打去练武士打的那个年纪嘛？没有，那是更早了。哦，那不是你的年纪哦。嗯，我的年纪是那个邮差总是按错铃的年纪啊。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像 A 片的名字？对。啊，院长。总从后门来，风流医生俏护士，还有这个霸气总裁小秘书。欸，我真的认真讲，我刚虽然觉得底盘会有些侧倾，但我觉得以他这个体积的车来讲，我似乎忘了他是这样体积的车，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这台车它开起来不会让你觉得你在开一台体积很大的车子。你知道有些车它虽然坐得很舒服很大，隔音很好，马力也很强，可是你开起来你就觉得说你在开一台很笨重的东西，因为它真的太大了。有些车会让你有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想到帕拉梅拉？对啊，还有 300C。对不对？它虽然它的马力是够的，但是问题它你开起来你就觉得你在开一台体积很大的东西，所以会给你造成不便哦。所以其实这台雅阁哦，刚其实我在开的时候，忽然刹那间想起来，我其实在开一台体积蛮大的车，但是这个车很贵，我觉得这个价钱可能要好好想一想，因为它这个贵在它的能见度、稀有度。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它的定价让我想到现在的 Fit， 你知道吗？如果说假设我是不知道未来啦齁，假设未来这个 Fit 它真的它在新车的折价上面它真的没有再做多一点的折价空间的状况之下，那有没有可能齁二手车的抢手程度比新车还要好？像雅阁当初因为它定价的关系，它新车其实卖的数量真的不多，所以它卖的不好，对不对？嗯，问题来了，到了二手车经过了一波折价之后，它折到某一个甜蜜点的时候，大家反而很热烈的想要去接手这台车子，但是问题数量又没那么多，所以它保值性就会一直很好。那原因会归咎于当初新车卖太贵，卖得不好，但是不是它东西不好，它东西是好的，只是太贵买不下去。看一下，拨片拨一下，哦，可能会嘶吼呢，还蛮好听的。哎呀，拜托Honda已经Honda的引擎有可能不好听吗？我先分享一下这个车现在二手车车行的价格。这个车2014年的雅阁九代，那因为这一台车实在它的条件每一样条件都是正确，白色最高规格，然后例如说它的里程数是47000公里，正常来说这个车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个车行收购的价格，如果以顶级的来说应该会在50万左右，很贵，这个数字真的不便宜。你想想看，一台车已经7年了，我们收进来还要在50万左右，那卖出来我觉得会在60万。但是我觉得是要看这个车的条件而定，如果今天它里程数偏高，或者是说它的颜色是灰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现在没那么主流的颜色，或者是说它不是最顶级的，它可能没有一些电动椅啊其他配备，因为当初真的你说话130、135再折价一下有人会买，但145再折价一下就不一定那么多人买了。你看到它定价很奇怪，130最阳春，第二级135，最顶级差了
十万，所以会造成什么？买135人比较多，就直接选中间的。对啊，啊，多十万哎、欸，所以十万啊，再存两个月就有了。哎、欸，我可能要存一年。你存一年，你安尼美术跟他公司无法薪水有你耶，哈，后面要备注 PS 是我花太凶。啊，不是啊，公司钱太少，要记得备注好不好？啊！不要害到你老板。赛车如果让我打分数，分数也会蛮高的。我说实在话，因为他也没有那时候比较大的通病发生啊。例如说，当初其他的同级车款啊，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环保材质会不会那种问题，你知道吗？好、哦，那但是以这个车子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没有太多。你在网络上啊，或者在社团找啊，没有找不到太多属于它有什么通病的问题。我记得它只有一次，好像是召回前面的传动轴吧。可是那个传动轴，我觉得那个跟台湾没什么太大关系。它好像是因为那个下雪嘛，有些地方会下雪，北美那下雪的时候，他们地上会撒盐，然后它前面传动轴很容易受到腐蚀烂掉，这个有召回过。跟台湾也没什么东西啊。看，而且这个车我真的开起来，有啦，轮胎四个一定要换掉。我想这台车轮胎换掉，我跟你讲，水准又更进一阶。看你啊，这个如果有亲戚朋友要买，要先卖亲戚朋友。好东西，你看他妈的苏伟，我们一台车马上被他捡走。你有赚他钱吗？看他不赚钱会倒霉，你知道吗？你知道第一次阿姨没给你红包，他会倒霉。就是赚少一点啊，但还是要啊。没有，哎，那个也不要赚钱。其实哦，干那、啊、我都要想说，妈，大家都来我这边上班，买一台车，然后妈买到车就滚了。我以后要签那个劳动契约，干对不对？到时候他妈大家车买一买，啾啾哎，好、哦、泰山哈、哦，那伟哥也走了，对不对？干呀啊，大家妈拿一台车买买都走了。通常有一些这个车行有没有，其实都有规定啊。你来公司上班，你跟公司买车 OK， 可是你这个可能比如说一年之内不能卖掉啊，或是怎么样等等，会有一些附注的条件。你像一些新车公司也有，你知道吗？他帮你去赚那个差价，一定可以的啊。你讲随便一个人去卖，有没有可能赚差价？都可以赚差价，为什么不行？伟哥那台整理那么漂亮，对不对？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价买？一定有啊。问题是伟哥他拿多少钱买的？没有钱。对啊，他怎么卖都是差价啊，对不对？他、啊、泰山小宝贝那野马去卖，没有差价赚吗？不然现在都先卖生气了，叫他拍 A 片毒小二啊？啊，不行哦，不能给泰山拍 A 片，给他拍 A 片会变 GIF 档。难道我叫你拍 A 片，你传一个 GIF 档给我干嘛？变梗图。有没有？啊，大家可以在那个 Facebook 上贴留言就可以贴，对，留言就可以贴的那种梗图，那个拍也不叫 A 片，那个叫做动态档，啊，眼泪都流下来了，怎么自己讲笑话讲流眼泪？那想象那个画面就很好笑。那我刚刚讲哦，这个车的价钱，2014年应该收购顶级的话，收购价会在50万左右。那卖出来的话，会在将近60万。但我们这一台可能卖出来，我也不瞒大家说，卖出来价格应该会超过60万。也许会有蛮多人觉得很贵，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卖东西是这样。我当我买到一个我觉得很难得、很稀有的物件的时候，坦白说，我们自然而然会舍不得卖嘛。第一个，我不急着卖的状况之下，那我当然我们是。等一个什么愿意认同我的眼光，愿意认同它的价值的人才会来买。那当然这个销售时间会拖长，这个就要看老板的心态了。我如果今天说、哦、我很缺钱，我急着要把它脱手，那我就开便宜一点。那我觉得说哎、欸，这个车卖掉我下一次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的这个状况，那我自然而然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利润开高一点。过程中我刚刚就讲了，如果没人来买，我们就卖自己人嘛，看有没有刚好自己人需要这个车的，我们就卖自己人，肥水不落外人田。不行，哎，刚看到出来了，哎、欸，为什么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做了什么？好帅哦！啊，你再把它剥掉了。哎呦嘞，好嘞！哇，帅，你看超帅，跟那只贼一样帅，有没有？你为什么要笑？那真的是帅。哦，这个按钮可以，你看。我现在打右转灯，它出来对不对？我按这个按钮，它跳掉，有没有？这个方向棒哦，刚刚那个按下去它就跳掉了，看好帅哦！我想看这萤幕一直开车啊，哎、欸，真的很帅哎、欸，也、欸、没坏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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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可能我刚不知道按这个那么一直，北送那么一直按，就给按住了。
会想一直玩，怎么会这样？可是很奇怪，就只有一边。对啊，我觉得用两边就好了哦，就不用盲点了啊。他们可能会觉得盲点的灯比较直觉一点。好啦，那个今天的雅哥推车到这边好不好？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点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下次见，好不好？上次看了一个很好笑，讲你以后要怎么教你的小孩，说你到学校之后要怎么耍狠，吃营养午餐啊，你就教你的小孩，然后你吃一吃，啪，就把那个筷子拍在桌上，说干这什么饭，妈的，老李的都比这好吃。干在旁边，哦，干你好凶哦，会不会？哦，你以后就这样教小孩，哦，以后他就不会被霸凌，会不会？不然他小孩。学校怎么耍狠啊？以后被霸凌怎么办？要霸凌很严重。